本国自去年开始经历多次加息，令唔少正在供楼嘅业主财务规划受到影响。另一方面，本国依然持续喺高通胀嘅情况之下，租屋嘅价钱又比去年同期增加唔少，其中以卑斯省大温地区升幅最大。除咗通胀带嚟嘅影响，仲有啲乜嘢原因导致租客承受高昂租金咧？星期五晚9:50，新时代电视一台26分钟见证实录会同大家一齐探讨。